呀，微商啊。对对对，微商广告类型的，卖鞋子的，秀恩爱的，秀恩爱的，最烦的动态就是，让集赞，做微商的，做微商的，哎，对，打广告的，哦，我朋友都是做微商的，那你会屏蔽你的朋友吗？一般不屏蔽。朋友都是做微商的。最烦的动态，微商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其实这个人，我挺不喜欢在这种社交媒体上散播负面信息的，所以我也不太希望看了那些负面的消息或者是言论之类的。微商还是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的那些，刷不完，刷不完，就是发微商吧。发微商。